大家好，这里是灵动生活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想接听任何人电话，是不是关机或者是拉黑呢？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一个小技巧，只要输入一串代码就可以使手机立刻变空号。首先我们打开拨号键，输入代码星21星69井，然后我们点击拨号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显示来电转接注册成功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机就处于空号状态，任何人也打不进来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仍然是可以使用无线网络，其他的软件毫不影响。如何解除呢？也需要一串代码，需要输入井井21井，我们点击拨号，它会显示来电转接清除成功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机就恢复了正常状态。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需要开启自己的数据，然后使用这串代码。这个小技巧适用于移动手机号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谢谢。